哈利马总统在选举活动中总共花费22万多元。哈利马是唯一获得总统选举委员会颁发合格候选人证书的人。有意查阅总统候选人竞选开销，即日起可到选举局提出查阅要求。哈利马总统的选举开销大部分是宣传活动和印刷宣传材料的费用，开销将近20万元。租用办公室和公用设施的开销则是6000元。文具、办公用品和邮寄的费用是大约4800元，另外4000元为其他费用。饮食开销是3000多元，交通费则是2900元。选举期间没有任何费用属于哈利马总统的个人开销。哈利马总统一共获得来自7个捐赠者和公司的80万元捐款。他的竞选团队说，将把所有未动用的捐款归还给捐款人。总统候选人竞选开销的查阅时间为期6个月。